现在关心天气，中度风台梅花是越来越瓦近台湾。气象局伫早起8:30，针对东南部、甲东北部、啊个北部的海面发布海上风台警报。早起已经伫个台东观测到超过2公尺的长影。风台会伫个拜一到拜二两天影响台湾上济，真济伫个外岛的游客嘛挂伫个明仔船班停止进行，赶紧返来台湾本岛。大批游客落船，拢是会在为绿岛倒转来台东的。中度风台梅花渐渐靠近东南、东北，阁有北部海域。气象局哩下仔也针对这海域发布海上风台警报，为游客惊船班停航，提早结束假期。有提醒回来吗？有。提醒大概多久啊？大概几个小时吧。今天总共开16个班次出来，预计大概4000多人。从早上8:15，一直顺到中午的大概12:15。虽然游客表示为绿岛回程风景阁算稳定，不过气象局指出，已经伫南苏甲台东观测到3米甲2.1米的长影。比较之下，西南海域阁算平静，往回小琉球到东港、应县阁伫1米以下。不过嘛，是游客决定要提早倒转来，因为礼拜一业者宣布停航。听说明天就停班了嘛？对对对。啊，所以说今天就早一点回来，怕晚一点就是风浪太大。中度风台梅花现在位置是伫个南偏东北东方海面上，目前已经清楚看到风台北向北北西来进行。气象局提醒，明仔后天嘛，就是礼拜一、拜二，风台上接近台湾，影响上明显，风向会愈来愈强。提醒大家，今天在基隆北海岸。东半部沿海，包括绿岛、兰屿、恒春半岛沿海，还有马祖沿海，会持续有长浪的现象。气象局预告，礼拜日受到外围环流影响，北部、东半部雨会愈来愈多。拜一、拜二两天，北部、东北部落雨时间搁较长，其他所在卖落雨。雨爱等到礼拜三，风台离开才会慢慢啊减少。有关是毋是有机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？气象局指出，目前机会还无遐悬，但是搁爱继续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